上班去了啊，在家好好照顾孩子，放心吧，虽然孩子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我会好好对他。辛苦了。大姑娘，明天你过生日，你跟爸说你想要啥，爸给你买。我想要妈妈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离婚对双方来讲是一种解脱，但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严重的影响，请多为孩子想想。